大声敬拜神，字里行间唱出曾竹南与叶雅萍的心声。他们是重组家庭，过去有着相似的人生困境，年轻气盛，低估投资风险，导致负债累累，各自在婚姻中受挫，一边工作还债，一边照顾孩子，蜡烛两头烧的生活，每天充满绝望。带着渴望二次进入婚姻，这次的交往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曾竹南、叶雅萍将难题交给神，顺从教会教导的婚姻原则，理性谨慎地评估现况，共同计划未来。他们相信神迹会出现，绝望的生活将迎来盼望。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现在社会的家庭哦，样貌呢比起过去多样化很多。那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这一对夫妻，他们其实都是彼此的第二段婚姻。那这种家庭一般叫做重组家庭，好像。不过像这种家庭哦，家庭内部大家成员之间的彼此相处呢，发生的故事可能跟我们一般理解也不一定完全都一样，或者是更丰富、更精彩这样。那我们今天就请他们两位来到现场，跟我们先分享一下他们自己的婚姻还有家庭故事。欢迎竹南哥、雅萍姐两位好。主持人好。所以两位是在哪边认识的？是怎么样的机会认识的？他说他第一次看到我是在我带着孩子要转学到他的学校的时候。我是办在学校办理注册嘛，他就刚好来我们学校要转学过来。嗯，对，那我就看到他。那因为注册都要先了解一下孩子的家庭背景、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要填一些资本资料。对对对对，然后就发现他像单亲，而且带了两个小孩子，那我就觉得跟我的情形很类似，嗯，所以我就觉得特别关心他一下，那个单亲的生活这样子。哦，那你那时候对于这位在学校帮你们办理的这个老师有特别的印象吗？第一时间就把他当作是一个斯文的老师啊，长得不难看，帅帅的这样。对，但没有特别没有特别印象，有什么很深的印象？是后来他提到我才想起，哦，对，就是他这样。哦哦哦，那是怎么样？后来有机会再更多的接触？比较熟悉的时候是孩子后来，我的孩子转进去了嘛，对，那我的小儿子，就我的儿子跟他的儿子，就是他的老二，嗯，就是同班同学。这么说，那我那时候是就是故事妈妈，每个礼拜会有一次去他们教室。对，早是，嗯，早上早上。那应该是他，就是我们的他的小儿子先认识我才对，就很巧的两个孩子也同时加入了游泳校队。有一次就是家长们跟孩子一起出去旅游，就去就联谊性的活动。对对，那时候他就认识，就我们就有聊天嘛，就聊到啊，我知道哦，原来他就是单亲带着孩子这样子。哦，对，然后隔一个礼拜他就去教会，那个礼拜我刚好重感冒，那他就去找他的同事去教会，跟我的小组长说，我们可不可以试着交往看看。啊，嗯，他就很勇敢。是为什么那时候在那次出去玩，你们有特别聊什么或互动特别多吗？嗯，其实她很漂亮。最重要的是她信仰跟我一样。嗯，对啊，其实我就一直很希望能找到一个跟我一样信仰的。嗯，然后又觉得她的生活跟我的情况都很类似。嗯嗯嗯，所以就对她特别有感觉。有好感。对。嗯嗯。那对你来说会有点突然，让你知道这件事情的哈。其实，在认识他以前，我的教会的小组长就带着组员，常常为我跟我的孩子祷告说，我们能够有，就是为我的孩子再找到一位并且爱主的爸爸或者我的另一半，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服侍。我也有大概把这件事情
还在祷告中。对，那很奇妙，我们敞开小组结束之后的隔周，就是刚好一起去郊游的日子。哦，对，那那个时候你对这个某某，那我没想到会是他，没想到，然后对某某爸爸这样子，对不 对, 对？然后突然出现在你们教会，然后还跟你小组长讲这个事情，你自己当时心里头的反应是？当时心里面会觉得，哎，怎么会这么快？嗯，那你对这个人本身那当时的印象呢？因为他对你印象感觉还很深刻，就是那时候觉得他蛮忠厚的，嗯，然后看起来蛮顺眼的，嗯嗯嗯，对。那没有说到很爱很爱，但就是觉得，最起码不讨厌，应该是一个。可以试试看，就是、也是不错的一个弟兄这样子。Oh, okay. 对，那刚开始交往的状况还顺利吗？刚开始就觉得彼此有好感嘛，慢慢认识、嗯。然后后来因为小孩子的关系，我们就有更多的接触的机会，然后就发现，我们太越来越了解之后，就发现其实他，比如说在经济方面，他的债务啊。蛮多的，然后可能我这边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充裕，就会觉得，我们在一起是不是会有很大的拉扯跟冲突？因为我们在快满三个月的时候，就是跟师母一起在聊嘛，哈，那师母就直接帮我们踩刹车啊，他就说，你们现在，彼此生活上都还在面对跟处理中，而且还需要再去。就是为自己再厘清一些问题，就是有各自的状况，先暂缓一下。那男生这边心里头要等于是稍微暂停一下这样的关系啦。对，心里头的感觉。我也觉得牧师师母说的对啦，因为我们不能只顾着说，我们看得顺眼而已啊。我们要顾虑到我们还有两个小孩，他也有两个小孩，对那未来的生活啊，然后怎么样去过啊，我们都是要去考虑。那有了这样子要暂时先分开的这个决定之后，你们还互动吗？还在同一个教会聚会吗？还是有在同一个小组？哦，在同一个小组。对。那在互动上会觉得尴尬，会觉得什么吗？也还好，就是就像朋友这样，还是会有。互动一下，像弟兄姐妹这样，我觉得教会在这一块，这样的一个辅导过程是很棒的，因为对前三个月我们并没有太深入的交往，就是没有太混在一起的状况，以至于说在这一段分开的过程中，我们大概分开十个月左右，那是可以更安静下来，然后去彼此观察的，然后也可以自然相处。对，是。所以你这边也不会尴尬。对，因为彼此都还蛮理性的啦。然后加上牧师师母他们都有真理的教导，所以我们彼此方面都会打招呼，而且蛮关心对方。过去因为不慎理财，年纪轻轻债主高台，和前夫冲突不断，不得不结束第一段婚姻。一个人带着孩子努力维生，生活压力大，却只能咬牙苦撑。婚姻失败了之后，他失婚了，他单独要来抚养他的孩子，又面对这么庞大的债务压力，我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他，叫做受苦。他那段时间是以债养债，以卡养卡的一个，那不断的在追钱呢，因为太多钱了，上千万呢，一个女人业务能够那么好做吗？所以我看到她非常的辛苦，在那当中就不断的努力工作，很努力工作，感受到的就是，好像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那种感觉，就是说她永远努力追，努力追，努力追，就是追不到补那个洞。他说如果假设他今天不是认识神，他很可能就是做特种行业里面的那个陪酒郎然后等等这些，他的人生一定完蛋了。在公司有时候看到他抓狂，因为银行一直在催，他就可能会突然听到他很大声在那个电话跟银行那个催缴的集团对话，这样我们会吓一跳，就失控就对，因为逼得太紧了。我就是常常会觉得这时候应该要打电话关心，跟他聊聊天，一聊可能就是半个小时，有时候一个小时。电话中他就说好几次他都已经爬到我们办公大楼顶楼十二楼要跳下去，可是很奇怪好几次都是在那个时候打电话给他，然后跟他聊聊聊又走下来，就好几次都这样子，就是神的恩典。因为妈妈的工作是比较忙，就是很少回来，所以通常在家都是阿妈然后带我跟姐姐，然后妈妈的印象就是我们小时候常会看电视看到很晚，
然后我们两个，我跟姐姐就会在客厅，然后听到那个开门声，知道我妈回来，我们就会超快冲到房间装睡，就会觉得很可怕。然后小时候我就，因为小时候我很皮，然后我联络簿被写红字之后，都被妈妈打，所以妈妈打人很凶。其实夫妻两个人都是可以说带着各自的故事相聚，我们就也先来认识一下雅萍姐这边好了。你自己从小出生的家庭也蛮特别的哈。妈妈在18岁的时候就生下了我，那我很感恩是我的妈妈，她一直是很在意我，那也非常的疼爱我。从小她就是我需要什么，她就会给我。但爸爸这个角色，对，那爸爸这个角色就是他也从来没有告诉我我的爸爸是谁。所以妈妈当时虽然很年轻，要照顾一个小 baby 这样，但是把你照顾得很好。是哦，那你在家里头跟等于是外公外婆跟妈妈他们都在一起吗？还有表哥表姐这样子。对，那在这样的成长过程当中，你觉得你是一个怎么样被对待，或是他们教养你的方式？长辈对我是很非常的有耐心，而且让我可以，我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妈妈会一直说啊，我真的很棒啊，然后很聪明啊，我就是会一直不断的鼓励我，然后所以从小我就对自己，我会觉得说我很棒，我可以很棒，我可以吧，我可以书读得很好，我可以我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去做什么，所以有点像是被宠着长大的，虽然是单亲家庭，是，有宠到你自己也觉得有点夸张的，对，所以有发生过什么你自己觉得比较夸张的事情？比如说，我觉得家里面好像有虫啊，我就说我要搬家啊，就可以搬家了啊。对，就以前妈妈陪伴我在台北读书的时候，对，就是陪着我在台北，顾着我这样，陪着妈还带了个伴读来这样，是，而且妈还在你很年轻时候就拿钱出来说要给你投资啊，对，就是因为那时候读的是商专嘛，常常看很多的杂志，然后就跟我妈说，那你要不要拿一些钱出来我投资看看，这样，然后她就拿了100万。在18岁的那一年，对，然后就开始进入股市嘛，也很顺利的。3年之后，100就变200了，翻倍耶。所以整个成长过程，其实包含到这么小还是学生就开始可以操盘股市，整个感觉都还蛮顺风顺水的耶。然后也被照顾得非常好，这样子。对，你觉得这样的养成过程对你自己的内在个性有什么样的影响吗？我觉得会变得很高傲。然后会很强势，强势，对，因为妈妈她是一个很沉稳的人，比较内敛内向，对，那我就会变成很想要保护她，对，然后为什么事情就是我说了算这样子，对，她也因为这样有点有时候会操之过急，或者是太行侠仗义了，所以很多时候人家来请我帮忙的时候啊，我就会帮过头了，有点像家里没有男生嘛，对，没有爸爸的角色，好像你反而有一种某种程度的去把那个角色扮演起来的感觉。是的，对，那也会影响到你后来长大之后再选择对象的时候。第一段婚姻也蛮特别的，那一段婚姻是就隔壁班的男生啊，毕业的隔一年我就跟他结婚了。结婚是妈妈？妈妈也不敢说不，但是她心里不希望。但是那时候觉得，哎，我就想要嫁嘛，那也怕我会不开心，或者是说会觉得被阻挠啊什么的。那所以她就也没有特别的反对。那后来这段婚姻是碰到什么状况？那时候也还没信主，对，那所以对另一半是比较属于颐指气使的这样的状态，不管在财务上，不管在生活上。就是什么很多都是我在做决定这样，是，对，包括后来一些投资啊等等，这一些太大胆的作为，也是我觉得有很多层面是因为我过度的自信，那没有做好风险的评估，可能大家投资上会临时需要用一些钱，那来调度的时候，那我会觉得啊，反正就是认识嘛，就家人亲人，那就是帮忙。那你说甚至自己没有那么多能力的时候就去预借现金，或者是信贷，那甚至也他买房子我也做保，所以就是这一些过程，那他可能也做了太大的操作，就是我前夫的家人，以至于大家都一起倒了，
有一些不愉快，所以就这样分开。那那时候你自己本身身上的债务有多少？零零总总含当然房贷等等这些大概1000多。哇，那时候才30岁，债务压力这么大，那时候整个状况应该也是很低潮吧？常常会想要一走了之这样，因为以前从事保险业嘛，那自己有一些保险存在，是那当时的一些契约的确它是可以符合，万一我如果真的走了，孩子至少还有欠债，对，那债务也算可以解决。是因为这样子才开始有这个机会要找教会吗？还是很感谢我的当时一个同事，是他觉得我怪怪的，因为那时候我离婚的时候没有让人家知道，我觉得他真的很敏锐啊，他就觉得我似乎有点急躁，好，那常常会接到一些电话就很大声在吼叫，因为那就是催债的电话。对，然后他就会一直邀我要去教会啊。那有一次我就觉得好吧，人家都约那么多次了，不要不给人家面子，我就去了。那第一次的聚会也很特别，那一次是牧师刚好在讲一篇道叫做时代斗士，因为那时候刚好是2008年雷曼兄弟的事件，很多人的经济都因此就可能归零或者变成负的这样。那牧师当时就讲一句金句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叫做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感觉自己人生前30年哦，就是这样过度的自信啊，然后没有怕任何人，对，然后就觉得自己可以，对，然后不断的过度的去投资跟操作，那以至于会到那样的状态。那时候我们聚会完会有一起用餐嘛，那牧师就拿了一些教会很多人什么离婚又复合啦，然后一些那个报纸的见证，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负债4000万然后就还清啊等等这些弟兄姐妹的见证。那牧师就问了我一句话，说他说你要不要像他们一样这样接受祝福，然后生命的问题解决这样。那我当然说好啊，对啊，1000多万如果可以还清多好，如果到教会的话，他4000多万都可以还清，我才1000多万。对对对，然后我就说哎，当然好啊，然后他就带我一起祷告，也因为这样那开始就透过那时候不太会祷告，但是感觉就祷告，哎，就经历神，祷告就经历神，包括什么摸彩就抽到最大奖，什么之类的，就很奇妙。所以就觉得每天都在感谢神，是有点像是跟上帝的蜜月期。是是是，然后就这样就带着孩子就进到一起进到教会，然后接受装备，然后后来我的妈妈家人也跟着我一起进到教会。你自己感觉到你在进到教会之后有什么不一样吗？不能太依靠自己。真的要依靠神，那做错了要承认，真的要 就要去真的要依靠神去改变，然后让自己更加的能够在做什么事情之前要先想过。贫贱夫妻嘛，就越来越为这个债务越来越烦恼越来越烦恼，然后加上彼此都很忙，家庭就生活就比较没有顾虑到，经济上又这么惨，每天回去就是可能就吵架，到最后真的忍不住了，就分开了。那时候孩子多大？大了小二，小的3岁。在操场和儿子惬意丢球，这里是曾竹南任教多年的小学。过去在校园是令人生畏的训导主任，在家亦是严格的单亲父亲，独自抚养两个儿子，生活忙于还债。那一段苦不堪言的日子，对从小顺遂的他来说，是场忘不了的噩梦。一个男人要带两个男人，因为他是单亲爸爸嘛，带两个儿子嘛，那又加上工作的忙碌啊，希望他的儿子也能够快速去完成，所以他就以效率来代替跟孩子的相处。他过去不是他孩子的朋友，是孩子的有点类似严父那种感觉，所以不太要求他，他做不到就打骂他责骂他，所以孩子非常恐惧害怕他。慢慢到了2年级的下学期，那个时候吵的那种感觉跟频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凶，
然后我记得有时候他们开始会分房睡觉，然后我自己有一个房间，然后有时候在洗澡到洗到一半就会听到外面有吵架的声音，然后走出来的时候就会看到爸爸妈妈吵得正凶，然后还有一次他们可能感觉还差点要打起来，然后我就完全不知道怎么办，我就一个人刚洗完澡，结果吹风机是在爸爸房间，然后他们吵架的地点就在他们房间，啊，我就不敢进去啊，然后我就头发湿湿的，然后就蜷曲在我的床上，然后想说，哎，等他们什么时候吵完，我再走进去这样，然后，大概过一段时间吧，听到我妈房间的门砰一声关起来，然后我就慢慢的走到爸爸房间，然后默默拿起吹风机开始吹这样，然后吹一吹，然后我爸还说，哎，刚刚有没有吓到？我说，哦，有。吹完我就再走回我房间这样子，对，当时蛮印象深刻，其中一点是这个啦。然后那段时间他们就常常会吵架这样，后来的就分了这样子。雅萍姐从小生长在一个单亲家庭，但是备受宠爱的长大。那竹南哥他们家的状况就也不大一样哈，你们家感觉起来比较务实的家庭。我们家从小就是基督教家庭哦，对我爸妈还有爷爷奶奶阿公阿嬷都是基督徒，所以我的家庭就是属于比较平凡的，然后爸爸是公务员，妈妈有在帮人家做头发哦，但主要就是顾家里。对对对对，我上面有三个兄姐，大哥跟我差距蛮大的，他才12岁，所以我成长的过程就是小孩就是等于是跟他一样，就好像是独生子一样，因为哥哥姐姐他们都已经毕业离开家庭，只剩下我一个。所以爸妈对我的管教就很严格，很严格。对对对，小学开始哦就不能出去外面跟人家一起玩了、啊，什么都不行。我记得我小时候，看着我家那个橱窗、那个纱窗，看到外面同学在玩，我就好羡慕，就握着那橱窗，像是监狱一样这样。哇，这对一个小男生来讲，其实也很难熬哎、欸嗯。不过还好啦，我那时候老实说，我的个性还蛮顺服的，我也不觉得这怎么样、啊。对，你不会跟爸妈吵说我要出去玩，为什么同学都可以出去玩，为什么不行？不会耶。那一路什么那个念书啊、考试啊，就很顺利。爸妈就帮我安排，譬如说国中毕业就要考高中嘛。对。那我妈就帮我排了所有的可以考的试都考了，然后到最后就跟我说，你要去读师专，师专最好，那以后可以免费，然后注册免费，吃也免费，然后未来还有工作可以做。对，好，然后就考上了，考上就去读师专了。就师专毕业之后还有再继续念吗？没有，20岁就当老师了。那这个信仰就你小时候来说，就没有什么特别，因为对，因为不像说有些人他像他是这样，第一代有一个经历，对对对，那我们是就从小就被安排了，就觉得不觉得他是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只是说为了应付父母亲。叫我们去啊，我们就去。那这只是一个礼拜天的聚会的一个地方，坐在那边听牧师讲道。其实也，因为也没有在看圣经啊，所以也不知道牧师在说什么啊，就是听完之后啊，就回家，自己还蛮顺遂的。所以就不觉得说需要靠什么东西，然后反正妈妈说什么就做什么。婚姻也跟爸妈的安排有关吗？例如说爸妈安排。介绍朋友给你啊，或什么之类的事。我第一段婚姻那个是我学妹那学妹跟我互动，在家她也在花莲读书嘛。后来我去当兵之后，那学妹就跟我妈妈有很好的互动啊，跟我妈妈很好啊。后来我退伍之后，我们可能一些某些的原因，我们就分开了。分开之后呢，我就去认识其他的女生啊。可是我妈妈就一直执意说，那个学妹是最好的，因为她对我最好，然后会跟我聊天啊，会来买东西给我吃啊，所以她就坚持要我跟她在一起。后来还是复合了，我们就在一起。这段婚姻又碰到了什么样的状况？后来分开。其实我们婚姻一直在处在一个不稳定状态下，因为她那时候在台北教书，我在花莲教书，其实我们就有远距的那个婚姻。对。后来好不容易拔河，拔了很久。对啊，因为我妈跟我说，你如果跟她去台北的话，我就跟你断绝母子关系，就没办法，所以她就乖乖的回来。回来其实我们就开始之间婆媳之间就有很大的冲突，冲突越来越大之后，我们就只好搬出去。搬出去，那可能自己的野心也很大，就想要买一个大房子。那时候都在耕会嘛，就哪知道耕会标会都倒，我们当会手的时候会脚倒，那你们当会咖的时候会头跑啊？对，所以。就一直累积那个债务越来越多，多少？大概跟他差不多哦，所以也有到千万。对，所以因为贫贱夫妻嘛，
就越来越为这个债务越来越烦恼，越来越烦恼，然后加上彼此都很忙，因为他那时候刚好他是代理校长，然后我也刚好代理校长，那个都很奇妙，我的校长就原来突然间生病了，就退休了，就直接代理校长，所以我们都变得非常非常忙碌，家庭就生活就比较没有顾虑到，经济上又这么惨，每天回去就是可能就吵架吵架吵架，到最后真的忍不住了，就分开了。那时候孩子多大？大了小二，小的3岁。那还好，我爸妈跟我都在花莲，所以我就把孩子带在我身边，然后搬回家住。对，那至少我爸爸妈妈还会照顾小孩子。你那时候怎么想自己的境况啊？这是不是一场噩梦啊？怎么可能？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很平顺的生活上来，突然遇到这种情况，我实在快撑不下去了。然后我记得那时候真的付不出来，那个每个月薪水都是扣光的，还不够哦。那我只好就跟家人就可能借。那到了自己的人生处在一个哇哦都要爆炸崩溃、濒临崩溃的边缘的时候，你在想到思考到信仰的时候，会不会开始有不一样的想法？有，会觉得，到底这个信仰到底在说什么？对，因为从小到大，主日学都会讲故事啊，我都很熟那些故事人物，我都滚瓜烂熟的。那现在终于慢慢的离开这个一窝的生活，慢慢就会翻圣经来看，到底这个信仰要告诉我什么？然后我要从中间去领受什么？对，我并没有打算说我要离开这个信仰，但是我总是要去开始去理解它，对，去明白它，然后更加的依靠它，因为真的没有人可以依靠了。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哇，厉害呢，比品超还强。在教会相恋，曾主男叶雅平顺服牧师的教导，让信仰成为交往的准则。过程中经历许多磨合，有甜蜜，也有争吵。更有债务问题需要面对，再次进入婚姻，他们愿意放下过去的自己，出于爱为对方改变，一同建立合神心意的基督化家庭。一开始他们刚分开的时候，的确是有这种感受，就觉得说一定要爸爸跟妈妈在一块，这个家才是完整的家这样子，不然就是破碎。但是后来慢慢的长大，其实跟爸爸聊了很多，跟妈妈也聊了很多，他们慢慢的比较会跟我说一些心里话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就是感情这种东西也没办法勉强。他们如果最后合意是这样子的一个分开的结局，然后他们会独自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会比较开心的话，那也是就只能接受。那后续我慢慢的是希望说他们各自都可以找到他们第二个幸福，是我最大的愿望。所以后来就是看到爸爸认识阿姨，我也是很开心。因为妈妈比较容易突然就是可能开始生气啊，然后开始大声，可是她也比较容易就是情绪就结束。可是爸爸就是那种本来没什么，可是妈妈如果讲话伤到她或是怎样，然后让她就是真的不开心，她感觉是那种她会比较在意。可是妈妈情绪就是当下就是她可能也不想这样说，可是她已经说出口了，然后她就会自己安定下来，然后比较可能会自己觉得后悔。那道歉的话，我觉得有时候是爸爸，有时候是妈妈，就是也不见得有道歉啊，就是谁先打破那个僵局去跟对方讲话啊，或是互动。我觉得妈妈好像反而比较容易，就是她虽然自己开始吵，可是她因为情绪去得快，所以她也可以比较快去跟爸爸互动。但是爸爸也不会就是觉得就是一直很 care 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他们和好的都蛮快的，他们都有一种渴望，但是又期待又怕受伤害。还好感谢主，我们教会是做婚姻工作的，所以我们很乐意来陪伴他们。过去因为没有圣经真理的教导，所以他们用自己的想法沟通，可是当他信了耶稣之后，他们的信仰，基督的信仰，他们用圣经真理来带给他们夫妻的互动，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说是很棒的。没办法，他们就跪下来一起祷告。当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很多的问题就容易解决。那有一段时间就分开了，我们刚刚讲分开10个月嘛，对不对？那分开10个月之后，是又怎么样重新思考吗？经过这10个月彼此互相整理，觉得我们还是在一起吗？是什么样的过程？他家跟我家其实住得蛮近，就很奇妙。每次我只要骑车子出门或干嘛，就遇到他，没出去就会遇到他。
啊，遇到他就聊一下聊一下天啊，讲一下话啦，嗯，啊、就觉得、欸、其实我们的债务其实也是可以解决的啦，嗯，啊、就给彼此自己安慰一下，嗯，所以我们就想说，好，我们再试试看如何去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就坐下来好好的去研究一下我们的问题要怎么去慢慢去解决它，那我们还可以在一起。所以你这边还是希望你们能够恢复关系吗？对，嗯，那雅萍你这里的感觉呢？那时候就是又碰到暑假了，那、小孩子因为我在上班啊，小孩子要人顾，好吧，那他因为他有暑假，所以好，那哦要一起带小孩出去玩，好，那就出去玩，啊，所以就这样又开始熟络起来，比较有互动，对，嗯，那熟络起来之后。那就常常有互动嘛，那教会弟兄姐妹就会观察这两个人又怪怪的，直接就跑去跟牧师师母讲，哎、欸，这两个人好像在交往，嗯，对，那我们就被约谈了，约谈，可是原来师母不是希望你们能够缓一缓，对，要踩刹车，那这一次他们感觉好像踩不了了，哦、然后所以就说到是不是我们开始做婚前辅导。所以其实就已经往是不是要结婚的这个方向在做预备了，是、嗯、就是。因为毕竟有四个小孩，对对对，所以我们的交往必须是很理性的，真的不能太过，不是太浪漫的。对对，所以牧师师母就约我们说，是不是我们开始来预备做这个婚前辅导？那你们两个除了原来各自债务的问题之外，你们在彼此相处上，在个性的各样配搭上，有会发生摩擦？后来会有什么样比较特别的状况？其实我们教会的婚前辅导是有课本的。一人一本，嗯，好，那我们有每一个礼拜要，就是要做的功课，而是要写作业，比如说哦，这个礼拜要去认识对方的朋友啊，嗯，好、哦，对，然后就要去，比如说认识他的同学啊，或什么，那他来认识我的同学、我的朋友，包括在债务上，我们也试着，像我自己，我就试着跟银行谈，对，那、就是我就谈到很好的这个。谈还的方式，对，就各自面对各自的债务，对，这样子，对，對對就是把问题一个一个厘清，對，然后包括他的家人能够接受我，我的家人能够接受他，有更加认识，然后发生冲突的吗？他会像老师一样骂我，然后我就会呛他说，不要把我当学生。哦，那你平常自己也是，那我也会很教啊，就是很教的对他。就是什么事情要他做啊，他应该要帮我做好啊，什么这些。那你也学习怎么样去面对大家彼此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吗？对，就是很感谢我们牧师师母在这个课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提醒跟教导。所以经过这八个月婚辅，你就是更加确定要往结婚方向去。目标是要这样，但是当中也有一些犹豫的过程。但是很感谢我们的曲牧，那时候他们就。就跟我们说，那婚前辅导完啦、啊，那就要结婚啦。他们就直接说，啊，因为他们那时候刚买一栋新房子，他们就把他们新房子借给我们两个结婚。再次进入到婚姻，你们自己心里头的想法，因为有的时候前一段婚姻如果有不好的经验，其实再次进到婚姻会有点挣扎，或者是抗拒。我们常常吵架啦。对，但是。我的嘴巴的确有时候比较甜啊，就吵一下，然后后来我就会跟他说啊，就直接我会先跟他对不起，我发现这样子对他是很有用的啊，所以就是每次都这样用，对，其实我们都很心里都很清楚，我们要从失败中再爬起来，是，那这是很不容易的，是，所以我们在进入婚姻的之前，我们其实就彼此都有共识。我们要让这段婚姻更加的长久下去，是不能再失败。所以我们都会有调试的，包括他让他以前很娇的个性，因为他慢慢调试过来，他就让自己会比较柔软。那我说可能是我会去用学生的态度去对人啊，对，那我自己也去慢慢去适应要如何去跟另外一半好好的相处，然后用比较柔和谦卑的话语跟他聊跟他谈，在这过程当中要会有学习啦，会有摩擦，但是结果都是好的，对。那在财务的部分，怎么样各自去面对跟度过这个难关呢？其实我蛮感谢竹南的，因为他，在我这个，毕竟我之前是业务工作，比较不稳定，所以他就会帮我把这些财务部分处理好，那我跟银行谈好的每个月摊还的这些金额，就是现在在。就是逐步摊完，现在几乎剩下少部分的钱，对，所以其实真的是很感恩，就是说
当我们很依靠神的这样的一个带领，然后谦卑柔和，就学耶稣的样式，那真的上帝真的就带领我们有那个能力慢慢慢慢的把我们的问题去解决。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他让我一步一步去经历他， 是那也让我知道人生在世不是像过去我小时候 那样的想法，就是我可以凭我自己的能力，我学会什么然后去做什么我就一定会怎么样，是而是真的有时候要去考量到周遭的环境。那你这边的债务后来是怎么样去面对跟处理的？神真的很奇妙，当我自己靠自己的时候然后弄得一塌糊涂，对，因为我后来当自己都跌倒不行的时候，到谷底的时候我开始依靠神，神就让我慢慢的用各种奇妙的方法帮我把这个金钱债务东西都慢慢还掉，这都是神的，神不知道怎么样去巧妙的安排了。但我是觉得依靠神其实这所有的经历都会有很大的改变。每个暑假寒假我就会带孩子们去外去娱乐场去外地走走啊，那我们骑开着那台小车挤了六个人，他这很挤很难过很痛苦，我就跟孩子们讲说我们来迫切祷告。我从头到从以前到现在我还没看过我们孩子这么迫切过，拼命祷告拼命祷告，祷告得很热烈这样子，就感谢主。真的成就在过了一两年之后我们就真的买了一台大车子。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生日快乐。好，我们请妈妈来祷告。孩子们相处融洽，互动和谐，很难看出这是一个重组家庭。餐桌上有说有笑的分享，看在曾竹南、叶雅萍眼里甚是欣慰。虽然来自不同家庭，生活习惯大相径庭，但他们感谢神，让两个原本破碎的家庭有了重新完整的机会。像雅萍就说：“我有四个小孩，这是我的第几个儿子，几个什么什么。”他就没有特别区分谁谁的孩子。那像竹南，他对那个雅萍的那个儿子非常的照顾，即便他在外地读书，每天都跟他通电话，这个是雅萍都做不到的，一般父母也做不到的。我就觉得竹南很不一样，很棒，按着神的教导把那个孩子整个带上来。重组之前我是隔代教养家庭，然后我没有觉得隔代教养不好，只是因为那时候阿嬷真的比较疼我们，然后可能就是对我们比较放纵。那我也觉得等到我真的长大一点，可能国中然后高中的时候，如果一样是那种教育环境，阿嬷可能也管不住我，就是如果我做坏事啊或是干嘛或走偏的，可能也没有办法就是把我导回正轨。可是因为重组家庭之后，爸爸的管理方式比较算严格，可是因为我都可以接受，然后我也觉得很公平，然后我又都在教会长大，所以才可以让我现在是虽然也没有说多厉害，只是就是可以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有一次上完厕所吧，然后突然我爸就说：“以后那个上完厕所马桶盖哈、要掀起来，维持一个良好的习惯。”然后我阿姨就出声了，她就说：“这个女生上厕所的时候都要把马桶盖给拿下来，这是男生的一种体贴。”爸说：“不是，这是一种习惯。”阿姨说：“不是，这是一种体贴。”接着我们就开启了一个家庭会议，这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会因为说两个家庭，然后已经是曾经在各自的地方生活过，有自己的习惯之后，再凑在一起，会有一些价值观、生活习惯上面的差异，就常常会需要改变。但那个时候改的其实都是一个很开心的气氛在改啊，也不会说要吵得很凶，然后弄得很不开心那样子，不会。其实我们大家的感情都还不错。重组家庭在很多外界的印象里面都感觉，感情可能不会太好，因为毕竟两个不同文化，然后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的，突然被凑在一起。但我很庆幸，就是因为有神的关系，我们有同一个信仰，所以我们在遇到很多困难还有争吵的时候，我们最后是可以靠着祷告一起去解决，然后一起去教会。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的家庭
信仰是一个很重要，对于重组家庭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在所谓重组家庭，跟一般家庭还有一个最大不同，就是夫妻两个各自都带着上一段婚姻的孩子，然后又再重新组一个新的家庭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孩子之间的互动，还有对方孩子跟自己的相处，其实都是一门学问。那你们四个孩子的年纪刚刚听起来其实是差不多的嘛？那你这边两个是男生女生？我两个都男的。那你们一个男生一个姐姐跟弟弟。嗯嗯。那因为我在学校当老师嘛，他们都孩子都在我学校啊，他们对我来讲就是一种，第一个敬畏，第二个就是靠山。嗯。对，因为在学校有老师嘛，他可以三不五时到我教室里面啊，拿个东西啊，吃个东西啊，他就觉得有特权。对，这种特权，他也蛮开心的。孩子彼此相处哦，其实都很开心啊，因为有伴嘛，有伴可以玩，然后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可吵架的时候会不会分这我们家这你们家什么之类的？那就变成就是要一个公正严明的判官，那就是我嘛，这个反正凡事都是以公正为原则，那这个老师最厉害了，都是讲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然后安抚他们两个，然后先骂一顿之后，然后再好好安抚他们，他就没事了。可是毕竟孩子就是两个是跟着你嘛，两个跟妈妈，我觉得有两种状况，一种状况就是当你在排解他们纠纷的时候，或处理他们纠纷的时候，你为了要展现自己的公正性，所以反倒对自己的孩子是比较不合理的要求，不公平的。那另外一个状况就是，就真的会比较偏袒自己的孩子。那你们家会有像这样的情况？你知道怎么拿捏啊？这个因为当老师当久了之后啊，都在做调解委员会。对对对对，这个东西就变成一种职业本能，你就可能会很容易的去分段这样的事情，然后你会抓住小孩子的心态，然后去如何去跟他们讲，去跟他们聊。让他们可以对你心服口服，因为他比较忙啦，所以他孩子基本上他都很放心的交给我，所以我处理上哦，我就不会那么的绑手绑脚。是。如果他今天会跟我干预很多的话，当然我就没办法去处理这些问题。那你跟他们之间孩子的相处也还是就是，其实我很疼竹南这两个孩子，对，那几乎从小到大没什么骂过他们，对，那他们也很尊重我。也对我非常非常的有礼貌。会不会他们对你的方式，比起自己的孩子对妈妈的方式还更温和一点，有礼貌一点？啊，我的孩子会直接，对我比较直言，比较呛一些。但是我也会凶他们啊。我对我的两个孩子是会直接凶的。会直接骂的比较凶。对。反倒是对先生的那两个孩子会。对，就因为他们两个比较乖。对。那你们有曾经为了孩子之间的事情会有一些意见不合，或是在教养上面态度不一样的时候？会吗？因为他会觉得我常常就任意的答应孩子，对，就开支票嘛，对，然后他收尾这样，对，我孩子的第一次手机就是他买的，我那时候严格禁止孩子玩手机。然后你就我他既然答应了，我也没办法说什么。我没关系，妈妈买给你，但是要放在爸爸这边，这样子。所以，但是你会因为这个，你们会怎么沟通？碰到像这样状况的话，我尊重他了。那如果他是对小孩子开的这个支票，我基于孩子跟他对他的信任，我会成全，就让孩子对他更加的有信任感。我不能说他答应了，然后我就否决掉，这样反而孩子会觉得一国两制。所以我会尽量的成全他的想法，只是我会私下跟他讲说，以后要做这样决定的时候，请跟我讲一下，我们彼此沟通一下，再做这样的决定。就变成你们一致的，不要有破口，因为小孩很会钻漏洞这样子。对，其实我有观察到了，竹南对孩子也是很慷慨的，其实他让我很安心啊，他没有说偏袒，特别偏袒自己的孩子，或者说对我的孩子怎么样？那这一块真的是我觉得很感恩。我比较感谢神的一点就是，当有一次你知道有家里六个人嘛，我基本上每个暑假寒假，我就会带孩子们去娱乐场，去外地走走啊。那我们开着那台小车，挤了六个人，我们还要一个背一个抱一个，一个抱一个这样子。啊，他就很挤，很难过，很痛苦，玩了环岛绕一圈回来，你知道他坐的很累，腰酸背痛。对对，真的知道多痛苦。对。结果回到家之后呢，我就跟孩子们讲说，我们来迫切祷告，看看神会不会给我们一台新车。我从头到从以前到现在，我还没看过我们孩子这么迫切过。
拼命祷告，拼命祷告，祷告得很热烈这样子，嗯、就感谢主，哎、欸，真的成就。在过了一两年之后，我们就真的买了一台大车子。啊，现在工作其实不止现在，包含刚才讲，以前开始你的工作就反而是比较忙的嘛。那你这边就等于要承担家里头很多事情嘛。对。会因为这样子觉得哦。怎么都是我很累，这样乐在其中，乐在其中。对，我喜欢跟孩子们互动，嗯，然后喜欢跟孩子们有很好的互动关系。当他们看到我，然后他们很信任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满足。我觉得不容易。那、啊、现在这四个孩子就大了，他们现在自己在外面彼此互关系什么的也都很好，关系超好、哦，关系超好。我真的觉得很感谢，就是让我们的重组家庭的孩子可以关系那么好。对他们那个大哥啊、姐姐啊，对弟弟妹妹、对弟弟啊，都很关心，而且他们彼此都会交谈心事。嗯，他们反而不会告诉我们，他们彼此间会谈心事。哦，我觉得这是做爸爸妈妈心里头最安慰的一个部分。哇，那你们经历像这样子的过程，你们现在对于信仰在你们家里头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帮助你们怎么样在你们的家庭跟你们的婚姻当中？从小哈。我就给孩子说，我们要有一个家庭祭坛的观念，是，对，那也是牧师的教导。我们在教会的牧师要求我们一定要有家庭祭坛，是，这个我们大概一个礼拜大概会有两天到三天，我们就把孩子召聚起来，然后在我们那个餐桌上面，我们就彼此读经，然后吃点心，分享祷告这样子，嗯，所以他们对信仰上面其实是很认识的，而且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是，对，然后尤其像。老大啦，他也是做一个榜样。他现在毕业之后，然后回到花莲工作，他现在就又回去教会去服侍。嗯嗯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信仰带给我们全家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嗯，那雅萍自己呢？尤其你的第一段婚姻的时候，其实是在没有信仰的状况，是吗？你可能感受上又会更深刻。对，其实很感恩，因为现在的过程是全家都有共同的信仰，嗯、然后包括像我妈妈也信主了。所以有时候真的很多的事情就可以透过为彼此祷告，然后我们一起好能够去面对跟解决。最后一点时间，两位给我们观众朋友一些鼓励分享的话，先生先好了。好，嗯，我觉得就像圣经里面就教导，就是那个99只羊在，一直讲迷失了，要把那神还是把它保回来。那我知道我自己，我可能对刚开始对信仰上面不是那么的认真。也跟神没有那么好的关系，可是神真的想尽办法把我找回来。那如果我没有跌倒，其实神找我不回来，我可能就一辈子就这样子晃过去了。嗯，所以真的很感谢主，他是这么的爱我。嗯嗯嗯，虽然让你经历了一段很辛苦的日子，对，嗯嗯，我要说的是，就像我第一次进到教会一样，那一句话，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嗯，那很多时候我们都很期盼自己。可以有一番大事业、大成就，对。但是，在这个敬虔这件事情上，我觉得真的是可以更多的去把它活用在生活当中。那我们会活得更踏实，而且真的就是把焦点对准在神要我们做的爱人、爱自己的这件事情上。是，我认真想想敬虔跟知足的，对，都其实都不简单的。对。哦，要把这两样加在一起，就又难上加难了。是，其实有很多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因为两位真的是看到像这样从我家里就觉得啊很幸福，然后那个样子很让人羡慕。其实四个孩子可以这么好的、这么融洽的相处，然后跟爸爸、跟妈妈彼此关系都这么好。有的时候在一般的家庭都不一定。容易做得到，尤其像你们这样子重组家庭，今天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幸福家庭的样貌。谢谢两位分享，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达明牧师。竹南和雅萍这对夫妻。他们之前都是有家庭有孩子，二次婚姻要再谈恋爱进入婚姻是不容易的，所以他们谈恋爱3个月之后就分手了。为什么？因为债务的问题。可是我们来想想，真的是债务的问题吗？其实是心对彼此的信任，啊，对耶稣的信靠。但是有一个特点，你有没有发现到他们没有离开教会，啊，还在同一个教会，也没有分道扬镳，以至于10个月之后呢，他们重新开始。然后啊，
恭喜他们的是，他们也接受教会的婚服。为什么说恭喜哈？我自己也有做婚服的工作。那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就有一个质疑说：啊，我都这么大的人了，我的婚姻还需要有人来辅导吗？各位可你不要忘记哈，圣经上说，那人独居不好，要找个配偶来帮助他。家庭里面是这样子，对于家庭以外，特别在没有结婚之前，你需要有人来辅导。你看到耶稣说，如果我们不能够成为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为什么这样讲？孩子是需要教导、需要辅导的。竹篮弟兄他自己做老师的，所以他照顾他的孩子，还有后来这个亚萍的孩子，他必须要有一个方式，就是怎么样？不是先礼后兵哦，是先律法后恩典，先把丑话讲在前面。婚服也是一样啊，不是都要讲不好听的，而是预设一些立场啊，等到你进入婚姻的时候，那个最现实的面先让你了解，不要到了这个我们讲婚前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婚后呢就眼睛通通闭起来，不要到了婚后把眼睛睁得很大，看到都是别人的缺点，这是婚服的目的。恭喜他们现在进入婚姻，然后他们的所有的问题通通正在解决当中，真的很感动，也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生命见证。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祝福，也为电视前面的观众朋友们来祷告好不好？所以说谢谢你，刚刚我听到了圣经上的字句，他们也分享了，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所以说为什么需要敬虔？因为我们需要了解你的话语，我们要受教，以至于我们可以落实神学在家庭、在社会、在各个层面。所以说你的爱才能传开。不仅如此，让我们知道爱的真谛就是彼此包容、互相信任，看对方比自己强。所以说祝福竹南跟亚萍这个家庭，所以说不容易，也祝福电视前面观众朋友，不论你是二次婚姻或是你初初结婚，如果可以来参加婚服，参加教会的婚服，如果不行，照着圣经的属灵原则来经营婚姻，一定是恩上加恩，一加一大于二的。谢谢耶稣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弟兄姐妹，耶稣爱你，定义要赐福于你。